咱们前面谈到了，其实一种不断运动的活得很强的物质，其只有在运动当中才发挥它的相关功能的，那其他功能的不运动的气是没有生命力的。中医上为了突出气的运动，于是给它把气的运动这样一种状态给它一个特定的属于叫做气机。气机则是《黄帝内经》当中两次提到，尽收兵机无视气逆，气机强调了气机。什么气机？气机就是指气的运动。为什么要用机这个词儿来表达气的运动呢？它强调了气的运动的关，是气发挥一切生理作用的关键，机就是关键要害的意思。它的本意是指的射箭的时候怒机，一身以后的这个机就是指的打翻使我的关键使我的要害，就叫机。因此就是气的关键在运动。反过来叫你解释什么是气机，气机就是指气的运动。那么气的运动的形式，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表达方式，中医表达叫做肾将出入，这四个字就是气机运动的方式。气运动的方式，所谓肾，从人体下部向上部运动的过程，所谓将是气从上部向下运动的过程，最初是从内脏向体表运行的过程，最入是从体表向内脏运行的过程。那么人体的物质代谢，每一个脏腑整体有整体的气机肾将，局部有局部的肾将。那么整体气机的肾将是靠各个脏腑它的局部气机的肾将运动共同协调配合的结果。气机肾将出物的总画面是由每一个脏腑气机肾将的分画面构成的。你比如说肺气有宣发有肃降，以降为主，就是它肺气是以降的方式参与整体气机的肾将运动。脾主肾，胃主降，它虽然是气机肾将的枢纽，但是脾气是以参与气肾的这个环节来影响整体气机的肾。六腑尤其是胃，它是以降的形式参与整体气机降的运动。那么咱们所说的肝和肾，它的支肾也是以肾的形式参与整体气机的肾的运动，但是它的局部肾将出四个层面都有，不过是它在参与整体气机的方面表现出哪一个方面最突出，咱们是强调它哪一方面。我曾经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在新疆中医院上发表了一个脏湿润脏腑气机肾将运动规律，就已经讲出任何一个脏腑都有气机的肾将出入，不过是它是哪一以哪一种方式为主要形式罢了。气机就是指气的运动，气运动的基本方式是肾将出入。那么正气气的气机的运动啊，是肾将出入，但是每一个局部每一个脏腑又有它肾将出入的局部运行，但是各个脏腑呢，在它气的运动各个脏腑之气运动的过程当中，它总是以一个侧面来参与正气气机的这一个肾将出入总运动的。因此说正气气机肾将运动的总画面是由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局部气机肾将运动分画面构成的，它们配合的呢是十分的默契，而保证了生命运动的有序进行。但是呢，从这里可以看出，那么人体之气的运动场所是什么呢？那么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包括经络在内，它都是正气气机运动的场所。那么气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它保障了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对在生命运动过程当中所参与的相关机能活动的。那么肾和将出和入是对立统一的两对矛盾，肾和将是对立统一的，出和入是对立统一的。那么整体气机如此，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
它局部的奇迹神经运动也是如此。咱们把由各个局部脏腑组织器官奇迹神经运动所构成的整体奇迹神经运动的纵画面协调了平衡了，通常咱们有一个俗语叫做奇迹合调。那么如果说这个奇迹神经运动纵画面失调了，或者在某一个脏腑局部或者某一个区域，身体的某一个区域奇迹的神经运动分画面失调了，咱们也有一个病理名词叫做奇迹失调，或者叫做奇迹不调。那么奇迹不调或者奇迹失调的这种病例，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奇迹运动障碍的这样一种病例，常会表现出不同形式。常见的病理形式有哪几种呢？有奇迹，也叫做奇迹预知，简称为奇预。奇迹严重的要叫奇迹，那就是指其运动的速度减缓了。那么在局部奇迹速度减缓的状态，就会导致局部它的奇迹发生障碍。那么这种奇迹预知的情况多发生在哪几个脏腑呢？多发生在肝、胆、脾胃、肺，当然其他脏腑也可以发生，但最主要的是在胸、腹部。那么脏腑来讲，以肝为主。不管是哪一个局部奇迹发生障碍，出现了奇迹预知，它在临床上的症状特点是什么呢？是以胀闷疼痛作为它的核心临床表现的，内向可以出现眩晕。那么简单的说，局部可以出现胀痛，胆气预知它可以出现胸乳胀痛、胁肋胀痛。那么胃气发生预知的时候，胃肠气质的时候可以出现胃腕胀痛或者是腹部胀痛。胸部的气机预知可以出现胸闷胀痛，总之是以胀痛闷疼作为它的临床特点。那里一般舌象表现不大，脉象多以弦的特点出现。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在临床上奇迹失调的第二种病例就是奇逆。奇迹全称叫做奇迹伤逆。什么是奇逆？什么是奇迹伤逆？就是指奇迹伤肾太过，或者应该下降的时候下降的不足。那么这种病例咱们就称为奇逆。奇逆这种病例情况各个脏腑也都可以发生，但是最常见的有肺气伤逆、肝气伤逆、胃气伤逆。肺气伤逆它主要表现出是咳嗽、气喘、胸闷、气憋，表现出吸气相对的困难。那么胃气伤逆主要表现出恶心、恶逆、嗔气、呕吐这样的临床症状特点。那么肝气伤逆现在出现头晕、头疼，严重的时候出现吐血、晕厥，这是肝气伤逆。那么咱们刚才说这三个脏腑是最容易发生的，那就是言外之意就是其他脏腑也可以发生啊。像咱们所说的心肢阳气伤逆，心火伤炎嘛。那么肾气会不会伤逆？咱们通常讲的奔豚气嘛，这是胃肠神经管难症呢。别人自己感觉有一种气从少腹上冲胸咽，发作疑似腹寒滞，咱们用的奔豚汤、桂枝加桂汤治疗就是属于肾气伤逆的。奔豚气就是肾气肾中隐寒之气伤逆所致的，肾里太过了。所以最常见的是肺、胃或肝。第三种病例就奇迹失调的病例，就是咱们所说的奇闭。奇闭就是奇迹预知严重了以后不能向外运行了，向外运行失调。那么奇闭这种情况多发生是在呢心肺的奇闭，因此病人常常遇到秽浊之气或者有害气体的时候，
或者进剧烈的精神刺激的时候突然晕倒不省人事，那么这种情况呢实际上他的血压变化都不大。那么如果说有害气体所致的，那就是急性的有害气体中毒的引起的分析预闭了，那么这种情况可以导致血压下降甚至出现休克状态，所以在临床上要针对具体的情况来处理了。第四种就是期限，期限又称为期级下限，多发生于中焦，中焦尾气呢本身是下行的，是以降为顺的，那么中焦的脾气应该是主肾，所以所说的发中气下陷，严格的说就是指的脾气下陷。所以气陷症主要发生是以脾为主的，所以又叫脾气下陷。因为脾胃之气是居于中焦，而下陷的常常是不该肾不肾的气，那就是指的脾，所以常常又把它称为中气下陷，指的脾气下陷。那么中气下陷的时候，我是指的脾气该肾不肾，不能把清阳之气渗布到人体的头面部，它也不能正常的渗体了，所以病人现在出现头晕目眩耳鸣甚至晕厥，这就是黄帝内经林枢经杂病当中杂病第26当中所说的，说伤气不足，头为之哭穷，耳为之哭鸣，目为之眩。伤气何以不足呢？伤就是指的头，头上的清阳之气何以不足？是因为脾气不能生气，就相当于现在所说的低血压引起的头晕头，头晕耳鸣目眩甚至晕厥，那是清阳不生，咱们用补中益气汤。那他不能生气了，出现内脏下垂，最常见的有胃下垂啊、肾下垂、子宫脱垂、脱肛，有的人可以是多脏器为之下移的，病人感觉到腹部有一种锥张的感觉，有一种啊瘀便不能的，有肛门中锥，但是呢它有一种瘀便又不能，那么这在临床上就是属于气陷了。最后一种呢就是咱们所说的在临床上出现的气脱，气脱大部分是在过度的劳累的时候，过度劳累，过度劳累的情况里面，由于呢劳在气耗，本身是使气消耗，再加上过度劳累又出汗，气随津泄，所以导致气脱的。也可以兼之于剧烈的呕吐、剧烈的泄泻、大出血，这时候呢出现气随津脱或者气随血脱，从而发生气脱的。所以在临床上往往出现是病人大汗淋漓啊，呼吸急促，逐渐的过度的气息微弱，每为一绝，这种是中尾症。所以气机失调在临床上表现最常见的是五种类型：气滞、气逆、气陷、气闭、气脱。那么这呢具体的内容咱们讲在病机部分还要予以讨论，这是咱们讲到的气的内容当中的第四个。第五个方面，气的分类及其功能。咱们前面是针对气的攻心的东西进行表述的，那么作为气的啊，每一个不同的每一种不同的气，因为它不同的组成、分布部位、功能啊，以及相关的临床意义。那么气的分类名称很多，中医上应用的很多，但是最基本的分类是四种，那就是元气、中气、阴气和胃气。什么是元气？是肾经所化之气，元气的概念在内经当中没有出现过，是南经首次提出的，它是由肾的精气所化成的。那么元气来讲，又称之为真气，内经当中的真气有定义，在林枢经刺激真邪第47就指出，真气者所受于天，以固其病而重生者也，那指的真气。那么元气的生成主要来自于呢由肾经所化，肾经所化之气呢咱们就称之为肾气，也就是这里元气。那么元气生成了以后啊，它主要是它通过三焦最后分布到全身各处的，
它通过三焦呢分布到全身各处，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激发和推动作用，它能够促进人体的生殖作用，产生心理活动，促进人体生长发育或生殖，激发各个脏腑相关的活动，这就是元气的功能。所以在临床上，元气不足主要以年轻人和少儿为主，所以常常可以导致他发育迟缓。第二种基本的气就是纵气，纵气是由吸入的新鲜空气和脾胃转输来的水谷精气在肺当中接触肺的气化功能，然后生成为纵气。纵气生成以后，它可以在人身的储藏储存有两个部位，一个是上气海，一个是下气海。上气海就指的胸中，下气海就指的丹田，所以常常练气功时气入丹田就是指的这个意思。那么纵气主要发挥的功能是啥呢？它的功能按《论语》的说法强调有两条，第一，上走息道，以行呼吸，它能够协助肺完成呼吸运动；第二个方面呢，它能够下关心脉，以行血气，它关注于心脉当中，促进心跳，促进血液运行，维持血液的循行。《论语》当中也指出了纵气这个功能渐退的时候出现的相关病例，他明确指出纵气不下，脉中之血凝而流之，明确地指出了纵气不足了，不能下关心脉了，于是出现了心脉心血瘀阻的情况，就明确地提出了气滞或者气虚血瘀的情况。这种情况将明确地从生理和病理两个层面降到纵气能够协助性推动血液的循环运行。除此之外呢，纵气还与人的嗅觉、听觉、味觉有密切的关系。《论语》当中明确地指出，纵气上出于鼻而为之嗅，它出于舌而为之味，明确地指出，那么纵气与人的味觉、嗅觉等感觉器官的功能有密切的关系。这是《论语》直接的表达，纵气上出于鼻而为之嗅。除此之外啊，纵气还与肺的功能，尤其是肺主喉发主发音的功能有密切的关系。纵气充足了，肾洪亮有力；纵气不足，肾低微短虚。这就协助了肺完成了发音的相关活动的。第三种气呢，就是胃气。顾名思义，它是一种具有保卫功能、防御功能的气。它是水谷精气当中性质比较彪悍、运行华丽的这一种物质。那么胃气它运行的部位呢，它的生成是水谷精气的一部分，它运行的部位呢是沿着脉外，也就是血脉之外，不达到全身的。它的功能咱们前面反复引用的林书金的《本藏第四十七》高度概括说，胃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走里，似开火，有温煦作用，有充阳，就是阴阳作用。肥走里是湿动用法，是走里丰满，这个肥字是丰满，即如走里温丰满，能控制寒空的开合，控制寒空的开合有多层意思，起码是三层。一是通过寒空的开张闭合调节寒液，影响水液的代谢，调节水液代谢的；第二个方面，通过水液代谢的调节达到调节体温，维持体温的恒定的。那么胃气对体温的调节是双向的，两个方向，一个是温煦增加热量的，第二个人体体温比外界环境温度高的时候，它是寒空开张，通过出汗能够降温，所以它是个双向调节，从而维持体温的恒定。第三个方面就是它的保卫作用啊，它是寒空开合，有外邪侵袭的时候寒空关闭了以后呢，外邪不容易侵入。这就是咱们谈到胃气它的主要的生理作用。